一个萝卜。萝卜，新竹的，应该老一辈开的。今年又来到了，继续调查。昨天去大甲溪，今天继续来调查这边。看看，这边算是乌龟了。龟的乌溪段，好久也没有来了。自从挖了之后，这边地形都变了。现在再来看看吧。那路啊，路都刚弄不久而已。大河在掉，水掉，漂亮哦！这种环境钓起来就是舒服啊，即使没什么鱼，然后泡泡水，其实鱼是有啦，只是说常有人钓了，比较受容易受惊吓。没什么咬度了，有看到鱼在翻，去下面看一下。
下一个标点看看。
点麻烦。这个点也会摇啊，只是说现在起风了，比较讯号比较不明显，有机会再来试试看吧。这边还不错啦，我到六号的下面。小丽。
吧。没人，再过一阵子这边可能会长黑，如果水没有干掉，这许多小溪哥不见得全部都是绝种。巨幽鹿，那鬼针草很多啊。注意一下，不然你可能会变成鬼真人了。